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次换档的重视频吧，有今年的第一更吧，好长时间没更新了。这次我们直接来个开箱视频，本次的摄影师由妹妹负责，然后我们直奔正题吧，看看里面的充的还是否还精力旺盛。What the hell？ 我呀，加热包还行。咦，看还活着吗？从这边看，还活着，还活着。你看到吗？聚焦一只蓝色的鳌虾，先放在这里，等待会儿开完箱再做下一段。喇叭镜头约经过一段时间后，先在这个小缸里安置。